的通食卡，像囡仔歌，像细汉的时阵，啥物拢唔惊。通食卡，囡仔歌，像细汉的时阵，搬搬嘞，搬搬嘞，无啥代。嘴巴嘟了很久哎，呜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好特别的表演哦。虽然我听不懂台语，但是我看你的表演，我觉得整个编排还有你找 dancer 啊，整个都很完整。你有一种很特别、很奇怪的吸引我的力量，我说不出是什么，但是很 cool。对我来说呢，它其实是一个状态的分享，但是音乐又带领我去体验我的生命跟生活。简单来说，我觉得音乐其实是表达了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空的状态。我是竹心，我的厂牌叫做水，台语的水，像水一样流动，你我就是自己的主流。水啦，欢迎水的主理人竹心带来的歌曲是巴巴勒。就像小时候爸妈对我们说不要紧啦，巴巴勒就站起来就好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宝宝也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身衣服的装扮。小的时候因为我都说台语，所以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爸爸妈妈就会说不要紧，宝宝再站起来就好。所以宝宝是一个动作，它是拍掉身上的灰尘，勉励自己就是遇到任何的挑战就拍一拍再站起来，当作游戏这样就好了。像囡仔歌，像细汉的时阵，啥物拢唔惊。烫只脚，
时阵，搬搬嘞搬搬嘞，无啥代。开搬搬嘞搬搬嘞，免去膜拜。搬搬嘞搬搬嘞搬搬嘞，免怨叹。啊哎，搬搬嘞搬搬嘞搬搬嘞，搁站起来。赞哎，真的好棒啊！看自己嘴巴嘟了很久哎，呜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好特别的表演哦。虽然我听不懂台语，但是我看你的表演，我觉得整个编排还有你找 dancer 啊，整个都很完整。你有一种很特别、很奇怪的吸引我的力量，我说不出是什么，但是很 cool。我也是很喜欢你在台上很玩的那个感觉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感染人。我觉得你声音很特别，就是甩起来的时候像个鞭子。同时，这首歌当然是很有娱乐性，但是我觉得它又可以展现你的歌唱的一些技巧。然后这首歌也是我在 KTV 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点来跟大家一起玩的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谢谢。耶哎耶！其实你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点马卡两丢卡？有点点马卡跟北凉西的感觉，就北凉西切风吉，然后把它变成小调。对，因为里面有唱吉那瓜，就是唱儿歌，他打赤脚唱儿歌，像小时候什么都不怕这样。免通吃卡，像囡仔歌，像细汉的时阵，啥物拢唔惊。通吃卡，囡仔歌，像细汉的时阵。我自己觉得呢，竹馨也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。然后我看你的文字，还有你刚才也说了，这个歌里面混了一些童谣，因为你的文字上面也写说，希望可以像Despacito 是不是这样念？虽然很多人听不懂西班牙文，可是也会听这首歌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听这首巴巴嘞，巴巴嘞，因为你这个选择啊，巴巴这件事情，就让可能原本一个很乡土味的东西，但是会突然变得很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计算过的，我的编曲是用现在最流行的 Afrobeat， Afrobeat， 然后配台语这样，很有乡土味的东西，然后变得这么新，这么有创意，我觉得好厉害。没有，就是其实一直以来都很羡慕跟欣赏。竹馨可以在舞台上状态这么松、这么自在的样子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很难达到的事情。